个慈济环保教育站，就是讲哈，要净化人心，祥和社会。啊，因为咱大家伫这个环保站做事，咱做是修复啦哈，啊，咱嘛爱收费呢。近思语是简单易懂，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，带动这个近思语，哦，大家化随入心。我今天在写这近思语，就是明仔载哈要讲的。哦，来近思语的时间到哦，来，我来分近思语。来，阿嬷，咱这句近思语就是哈，做环保，人调养大地，也能修行心地。这个三年的中间，大家竟然有改变。近思语，大家拢安朗朗上口。嘛，也要讲哦，落实在因的生活当中，大家拢和和气气，敢那一家人诶，啊，啊，有的菩萨人因即马嘛要看近思成语哦。讲真，跟我是小学毕业而已，较早个性就是较避暑。到这一年培训吼，我就足爱听上人的法，师父讲的拢有甲抄起来，感觉讲吼上人的法足好诶。我常甲这菩萨讲，其实是恁成就我啦。自从听上人的法了后吼，会靠这抄近思语来环保站，甲遐菩萨分享。虽然是讲讲互因听，这嘛是来练我的胆，也是训练我家己啦，啊，互我较有胆，较有自信。最大的收获是我自己。